顶级三公，梅县家族大客。哎，被梅县大客，兄弟们，这玩意儿是吧？这个运气不好，咔咔的给他醉没了。嗯，好，预测弄几，标注吧。5块、啊，10块。还行，是说能先比他凌波是吧？快一手，先立个团。开局万圣地府乱民。他地府立盾都比神木都慢，神了吧，神了，两次三次没神，然后被达克之后飞不动他鸟，你知道吗？他的二四是邪爽啊，飞他的剩下的，飞他的一五。你看看这金甲飞那么疼，他这个掉了2000多了啊，3000多了啊，我看见了。我靠，他要小月都留的话，讲道理这把是具备点这五月神的，但是那样就开不了眼。但是吧，你要说开眼，现在也一口气飞不掉鸟。嗯，想一想，眼看你指个九台，开眼开眼开眼，化生人，你直接来舍地府，地府给狮驼开眼，地府的宝宝顶狮驼，神木的宝宝顶化生，神木的话你来一个邪雨砸这个五月神，小月咬五月神，点5号宝宝飞机，超飞机鹰击，好吗？小月，我给他来9环。狮驼够超飞吗？够超飞，不够，够够够够够是吧？行，他人给人，人给他顶大了，防点杀他，一手无神来一个，这他妈好像神有武器啊！这个，啊，飞不动了，这贝达克就这样不是？咱要说打尖位的话，咱他妈不开鸟了，主要。贴1600，没野兽了。是啊，然后想把它弄成尸体啊。嗯，太疼了。地府带修罗了吧？带了呀。这把尸罗你直接出须弥去，化生的话人直接舍女神木，女神地府自己顶，女神木宝宝顶地府，死亡直接挂的五月神。神木的话不行，来个琴音，小月摇这五月神啊。别卡五龙，他比你神木都慢。我靠，他也冲了混元伞，给我弹他，省我一小月摇。哎，再不弹他，早知道小月再顶点血了，那也够啊。自从飞过来，小月要出闪现了。刚才你第一圈飞机飞着这个一号，我太疼了，这个。一号没飞的，没飞到，其他都飞的。四号出来，我没出闪现。他也腰了，队长也腰了啊！看见了，他这手腰他就逼我挂死亡给他，说白了，但是我这边也没有地府快了呀。你比地府快，我没地府快。不是你比我都快，我刚才带小叶，我现在没小叶，肯定也没得快了。化生人，你直接舍一手队长，地府你自己顶血，狮驼你飞机，女神木的话，你直接你来一个单法，女神木宝宝顶给地府，我顶给化生，我直接再来一个亲音去。地府人呀，地死亡挂队长，
地府顶俩，我顶花生一个，十号队长就是他。主要保护我也不想换。四位，好，小子王。嗯。哦，他是撑的啊，来。那他队长死定了。他妈这打法也是拼命打法啊！吃了神丸了死的。他没有快，控住他，加油！刚好飞到。我靠，飞不死了，没办法，这就是贝达克。弹死他！你得弹，别弹死。那弹不死。他地府够精清，也就是说这把地府也有可能精清。我操，真弹死了。那地府开修罗呗。你先别急，我先看一下。地府的话，你直接上个伞，化生舍地府，千速全顶化生。神木的话，直接你来一个须弥，狮驼之锥须弥。我舍地府了啊。舍地府，千速顶化生。狮驼出须，地府上伞。上断月点的或者是天人，三号下了掉一只鸟，只剩一号鸟。赤裸的居民还能控一下打火机吗？控不了了，控不了。报个三千。再连一下也行啊。哇靠，有点疼啊。不要着急操作啊。化生舍咱们的狮驼，狮驼飞机，神木单法拍天使打火机，死亡挂天使打火机，我顶化生。你单法我再给亲亲吧，要不他地府怎么不经清呢？你讲道理，小死亡，神准，别经清，操，没办法，就知道他经清，我也得那么来。赤裸加油，点他午夜双飞。那下把他化身会刺行吗？有可能，真他妈有可能。那就笑呗，别着急啊，可能不敢吃化身残血。还有这么多宝宝呢。那就地府你笑他的化生吧，好吧。然后狮驼带出去化生舍自己，神木的话再上个伞。我这签子我没必要留了，行了。他这把会不会直接拉起来，直接连环一单化生啊？很有可能啊。你给地府顶起来。这把的话，我他妈也出须弥去了啊，冲吧。死亡了，他肯定死了。慈航冲刺了，五号宝宝是不是比咱们地府都快啊？你不知道啊？不是五号宝宝刚才是不是先开的死亡啊？对，我没注意。那五号肯定飞了，飞了。那这把的话，狮驼你别着急啊，狮驼的话直接来一个连环击他的地府，然后化生的话人直接再起个纸人，死亡挂他对面的地府，神木扔一个无魂给他的化生，虚弥点后边十几秒，或者点一二百秒，他这把最多拉起一个。你可别告诉我你又够了，化生。
拉这俩。哇操，他妈飞七千了，我操！这武器超高的，这石头障碍3800多吧。紫金钱，多神点儿，上不去，别再人了，嗨嗨，神他妈多少手？哎，有一期间有一个神用了，神用武器了。对呀，但是他还说了，是你让我神的。不要白神了，啊，可以，那花生又够了，不要，我还够呛。好，他没了，够了。这把他妈死亡神准啊！我刚洗过手了。神准。结束了。那化成蛇你自己，然后地府的话直接虚迷，神木够死吗？这个毒毒不死我吧？毒不死，你先说神木够死吗？死了吧？死完了。啊，死完了，行。那地府虚吧。赤裸你动不了，我再虚。别让他带走咱们人。12万5，行。